师傅，为什么对一个人越好，他越觉得理所当然呢？你帮人100分，当有一天你只肯帮80分，他便会清空你所有的恩，宁愿选择只帮他70分的人做朋友。你的好对别人来说就像一颗糖，吃了就没了，反之你的坏对别人来说就像一个疤，留下了就永远在。那该怎么办？不要后悔对任何一个人好，哪怕是看错人，哪怕是被辜负，哪怕撞南墙，因为你对他好不代表他有多好，只是因为你很好。情出自愿，事过无悔，不谈亏欠，不负遇见。